我们来看一小段片段啊、哦。这比翼呀、啊，随你人意。两年了，就我跟炳坤在家过年啊，温温清清。哎，哎，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，咱姐俩好好唠唠，让春燕到你们家去。这春燕啊，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。我也喜欢春燕啊，光喜欢不行啊。不是，我是说炳坤，他也喜欢春燕，就是他太内向了，他不会说。所以啊，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。对啊，条件不行，今年还真不行，这不都回来吗？是哈、啊，这个。你家老头回来，比翼也回来，那也没啥。等他们走了，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。行，来，来，干杯！拿水干。干杯！不许反悔啊！干干干！哎呦！